你张雅纯为我们演唱一首《鸳鸯会》，来来个掌声鼓励，我先给吹了去。来宾，请掌声鼓励。来，美女，等一下。哎，洪文，哎，雅纯，谢谢你哦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对。
这首《鸳鸯花》哦，我比较特别的曲风，比较特别的曲风，啊，听起来让人在感受讲，那个鸳鸯花是安尼，遐尼啊好听，遐尼啊水安尼吼。虽然一个鸳鸯花，虽然花无大蕊，不过那个让人感觉敢那很温馨安尼啦。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风格，非常谢谢你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